叫小光，是位新手护理师，刚入院就职不到三个月，做事常丢三落四的。毕竟还是新手嘛，总要有时间去磨合啊。学长，早。麻烦学长早。早。他是我的上司阿万学姐，总是摆着一张扑克脸工作。每次见到他，我都胆战心惊。我最怕在他面前犯错了，他总是会抓住我的缺点，要我马上更正过来，实在是太可怕啦。小光，等一下交病房上的病人的东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其实我想说先整理自己。你怎么会先整理护理车？等一下之后病房病人就要上来了，那你刚不是接到通知要准备呕吐？那你怎么没有先准备？要是病人上来了没有呕吐，万一过程中发生不舒服或者是有任何异常，你要怎么办？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关系到病人的状况，一点疏忽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我就知道这个扑克脸最可怕，病人可能都被他吓跑吧。注意事项，我帮你统整一个小本子，你带回去好好看，不要再忘记了，知道吗？学长，我知道了。太可怕了吧！这么快就把我问题整起，是不是在针对我？感谢万英纯组长对527-2的照顾。当我有事离开，万组长每30分钟来关切，对此非常感动，很有责任心，非常感谢，辛苦了。可能过一段时间吼，就是卡痛未舒适，有人甲护理长关了。啊，不过在组里啊，有需要来看，啊嘛甲看药啦，都是讲啊，确定讲咱的请卡这小哥袂卡。有需要健康要照顾啦，吼，啊，我较舒适，这点吼，我是真的感谢，感谢。六楼护理长相当重视护理人员对病人的同理心，也会耐心、细心的聆听家属的问题及意见，妥善的让病人受到最好的照顾。也许那个不断叮咛我们的学姐。那位细心照料每一个人的学姐。